别闹了，耐宝豆。宝贝，要紧啊！来来来，今天。我不要紧啊，已经去照顾小夏姐。我知影你烦恼的代志已经有够多，我无想要增加你的负担。我的伤，我自己会处理。彩萍，你嘛受伤啊？是我自己无细腻啦。我跟小夏姐相拍的时阵，伊就甲我扯倒。我想讲，只不过是拐着脚，谁知会这么严重？一切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应该出现在你的世界。就算你无关心着我，嘛不要紧啊。彩萍，啊，我才拄失去一个囡仔。他是讲哦，你今麦恩忙，我会当给你关怀。那对我来讲，真正是未来。你家己保重。我今麦真正无其他的困难，处理咱两个人的代志。威廉，你知影我要挃的物件无济，我只是爱你关心我，敢讲你连一点点的关心我拢无？但不过你今麦想要挃我，无法度合理啊。威廉，我今麦脚受伤，无法度行呢。就算我是欺负的人，看到我还卖同情我，是安怎你外头就要走？算算去啊！你要走，就走。做起来把代志查无影啦，我本来做了真好啊，现在啊，我就是因为想要爱你啊，我唔才甲小夏姐冤家，都是我妈，是我无路用。彩萍，爱人是啥物关系？奈咱做伙啊？好了，我先上面等你啊，乖，来。这么到底是啥状况啊？刚刚威廉对不起二姐。真正无看到啦！我真确定，我看到的是林威廉。是林威廉，那真是这对不起小夏的代志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找威廉了，问一下清楚的。威廉，多谢你去愿意给我一挂希望。你妈拄只安尼说我一个嘴巴，我真正感觉足委屈，感觉是受着不了。但不过为着你，这都无算啥。
我是刚刚讲的。水若甲破咧，就分开啊啦。你这笨手，你敢来？威廉，那安尼，这边是要安怎？我叫你来，你有听无？莫想你买车，你就无代志哦。你敢欺负小夏，伤害伊，我今日袂帮你煞。你敢乱？爸，相信恁爸，这就是你，相信。林威廉，你敢是人啊？你小夏才为了你跋倒落体尔呢，即摆搁倒在病床哦。啊，结果你这随个长老在车顶咧烧酒。林威廉，你把小夏结婚在外埔，还未一年啊，你就伫咧车顶，跟人学袂来，上尊天你对待伊诶。小夏，我来听命命，我家教好你，结果你来个糟蹋。我问你，小夏刚才你在干好头吃？意思是小夏拢知影，而且承受痛苦的过日子。强颜欢笑，原来是野心早就给你上个脆狗狗啊！妈，莫怪，恁爸拄啊迄种态度，原来啥拢知影，有遐歹生意话，伊啥拢讲袂出来。林威廉，你哪当想恨我二姐？都是我唔对。我该死，你不能该死啊！我小夏到底要承受偌济委屈？你老实阿讲，讲啊！爸，你哦，你有够可恶呢，有够可恶呢！你啥人？我小夏都养不好啊，你都去外口找温暖啦！你实在是不是人啊，不是人啊！阿妈。一定是迄只狐狸精勾引二姐夫啦！无唔对，人讲狗母若是无妖才，迄狗刚就唔敢乌白来啦，一定是这查某破坏咱小夏幸福啦！阿妈，行，来去把伊狐狸皮拔落来，行。出来，快上上，这狐狸精给我出来！狐狸精给我出来！出来！狐狸精，你放心，回来。这破坏别人家庭，袂计小查某，竟然在你这台湾救人哦！我根本无破坏别人家庭啊！今夜小夏家己做唔对代志，洪威廉对伊失去信任，是伊家己破坏家己的婚姻呢。你今仔是咧讲啥哈？那这个碎片吼，我是替恁老母家己信的啦。信你讲无家己教讲，别人的物件是袂用偷嘛，袂用抢的。我都已经讲我无，我就是希望威廉能较早离开迄段无欢喜的婚姻。
因两个人的感情早就已经气到狗啊！你生命跟做伙，嘛是互相伤害。我咪唔忙也感激我，我就希望因两卡再结束的。哦，看来哦，我小林就气质指数啊，毁在你家啦！做唔着代志个硬凹，敢讲我的查某囝就应该互恁两个欺负？恁一家人奈拢这么无讲道理？不管叶小夏来这么强，你把我抢到头壳，害我脚受伤，我都无介意计较。你敢恁对待我，我真正会告恁的。我跟你讲啦，我一定会叫我二姐哦，跟你妨害家庭，好姐好你家好来乖，一世人排着小三罪名。就是你安尼讲，我就会惊你哦。你的脚受伤啊，是因为跟小夏起冲突。那安尼，小夏会跋倒落体，敢嘛是因为你？你做什么好代志？以为你熬不来，你害死你家己的囡仔。那不是我不对，那不是我心到了无在，嘛袂发生这种代志。我今晚无啥物好解释，你不要再责备我，你听我话，我拢会心虚。不过我感觉足奇怪，咱只熟识无偌久，你就伫咧探我隐私，探我的过去。原来你是有目的要接近我的。小秀，你是怎样熟识？小秀，你别误会，代志不是你看到安尼，我今仔日才知影，我就是你的姐夫。不管你当时怎样的，你抢人的翁，你就无资格做我的朋友。你嘛同款，我对你足失望的。当初你要娶小夏的时候是安怎讲的？你讲你花疼惜伊，会爱一世人。啊，即卖呢？你竟然目睭金金，看这查囡给小夏抢了老腿的。今麦讲啥做啥，拢无法度弥补小夏。我无资格要求恁原谅我，应该为这个，我一定会面对。你早知安尼结果，你想要安怎做？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是你的牵手，甲你家己袂好出世的囡仔。可怜的囡仔。伊无法度来到这世界，竟然是因为家己老爸对婚姻不忠。你理由是啥？凶手，你是凶手。是的啦，爸是的。是。别搁再假心假答啊啦！我特别等于甲你小夏讲，今日马上甲你离婚啦。既然哦，你不爱阮小夏，我该带转来听啦。对啊。你就踮伫咧遮陪这只狐狸仔，莫去白房啊！爸妈、三姐、阿妈，来行。袂得，是的，都是我。我不是故意，这是咱的报应。